后人会讲到下一页。那我们全部打开，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刚才提到说整个事实上不只是养鸡的畜产业，其他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只要以养鸡来看，我们实际上从一个农场，甚至哪一个它的饲料，我们都可以追踪得到出来。所以假设从源头端，假设今天这个鸡只或者是它的这个饲料的问题，我们可以追溯到它所产生出来的每一个生产的批次，甚至于它到销售的通路以及它的产品在哪边，我们可以很完整的去追溯出来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系统除了能够帮我们做一个有效的农场的一些管理之外，实际上它对食安的一个掌控，实际上是非常的一个有效率的一个系统。好，下一页。好，那我们刚才要说，其实我们整个计划目标也希望能活得有趣啊，所以刚才我们所建立这样的系统，我们这个系统加入的团队和厂商是两种形态，一个是他自己已经上架能够完整独立成一个体系，但另一个讲他自上从。从饲料去做。介绍是我们的卫生刊物股份有限公司，我们的张庭福张总经理。欢迎我们的张总经理。那还要介绍是我们的立法委员刘建国服务团队，我们的林内桂林副主任，欢迎我们的副主任。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文山老师，那请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数位光标的橱窗，谢谢。好，谢谢各位。承蒙刚刚我们苏副校长提到的，我们这整个产销供应链，不只是在跟业界的朋友们建立起关系之外，也跟我们的然后到最后一里路就到消费者的足迹，所以说以我们的角度来看，在利瑞的市场铺陈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足迹就是形成一个消费者这一边的土鸡肉的便当店的这么一个市场铺陈。不过以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们来看下一页，基本上消费者看到的是可能是透过手机的 APP 里面去看到整个的生产的过程，还有这些养鸡的过程，食材的安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有这么一个系统。可是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有可能在导购上面是不是可以加把劲？门市之外，也是让我们及时的去看到这些内容。那我们下一页来看一下。那当初的想法是这样的便当，不管是我们如何透过土鸡肉品跟这个蔬果去做配套套餐之后，总是会有这样的所谓 QR code 进到我们的 APP 里面。那可是我们这一年的做法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增加这样的数位橱窗，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这里面基本上是真实的完整的便当哦。可是我们透过多媒体的这个整合的平台，我们让它是可以做触控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透过消费者他本身的点选，是可以看得到他当下要买的这样的便当，包含我们的这个 3D 的这样的效果，也包含他便当里面拆设。那当然这个所有的足迹跟我们即时在 APP 里面所看到的基本上找到我们所想要知道的这些足迹的这些内容，类似这样的方式我们去做点选，可以看得到最直接的当下的这个资料。那我们来看下一页，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有一个整个的橱窗的发展蓝图，主要针对瑞畜产的产销链，一直到对应到消费者端的11G的门市，
我们的商品主要是在对应到 CG 的土鸡肉便当跟便当餐盒，那当然有不同的配料，它来自于不同的这一个生产的履历里面的对应的生产商，所以不只是我们想要做的是土鸡肉品而已，还包含跟利瑞未来去做搭配的十一鸡的便通过现在有疫情的日常这件事情，我们后疫情是不是也可能说不见得直接对应到人员门市的这一些销售模式，我们有另外一个所谓数位的销售模式，所以这样的对应会包含说直接做引导，直接做采购，直接做买便当这个动作，然后散布到各个我们的确定的这一些门市的点，那当然也有可能也包含说我们直接签署的是一种所谓的策略联盟的方式。好，下一页。那总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针对了我们的菜色，我们如何去让这个说不只是食材的健康而已，还包含它的美味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特别的透过跨校的方式邀请我们的环球的餐饮厨艺系，那在座有两位老师在这个地方麻烦谢谢他们是最后那一个非常关键的要角，因为他让便当变得非常美味，那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专业了，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麻烦各位可以扫一下 QR code， 云科大跟环球的在地的大学如何透过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合作联盟的方式跟业界去做结合。那另外我们后面也有所谓的柳丁柳丁汁，也是我们的足迹都放在这样的平台里面，所以等一下我们的贵宾们到后面去享用柳丁汁的时候，也可以透过 QR code 的方式直接看到我们的数位足迹。总之今天特别的去安排跟准备我们的现场有我们的便当，而且便当就是各位看到的这些足迹的内容，还有包含柳丁汁。好，那我的介绍到这个地方，那我把我们交给主持人来，谢谢。好，再次感谢我们的文章老师，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一个介绍。那其实如同我们的叔叔校长和我们的文章老师介绍，其实这次合作当中，它其实不只是一个跨校的合作，跨校就是云科跟环球，不只是跨校合作，对于云科大来讲，它是一个跨领域的合作。在里面有管理学院，有工程学院，有设计学院，所以呢其实这是一个跨领域的合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好的，那最后呢我要邀请苏校长好，看到这样的成果，实在令我心惊胆跳。因为我们养殖业目前已经走到智慧型养殖，已经慢慢白肉鸡比较快一点，但是土鸡还有蛋鸡目前也是在走入智慧型养殖，加上我们目前云端。
都已经一年差不多平均消费量一个人差不多43公斤了。啊，红肉已经降到36左右，我们白肉一直在上升，这个就是我们养鸡产业在蓬勃发展这一块。还有我们鸡蛋，鸡蛋在台湾已经一个人超过一颗了啦，一个人超过一颗，一天差不多12万2千箱，12万2千箱已经超过一颗，比日本是第一，但是今从去年它已经打下来了。所以说我们在台湾，比最便宜还是优质的蛋白质最便宜。哦，希望大家哈、哦、多多享用我们的自己国产的这个鸡肉蛋哦，蛋鸡这一块啊，很感谢我们苏小平蛋友的队来帮忙产业升级啊，很感谢我们亚卫有这个心呐、啊，哦，有这个心，真正哦，土鸡产业真正有一些学者出来帮忙我们产业推广，这个是我们很感谢的啊，很衷心的感谢，还有感谢。上之前，民国96年，哎、欸，93年、94年，那当地病年禽流感一直在媒体方面一直在报啊，实际上当初报下来，产业就垮了，产业已经垮了啊。这个时候说我们私底下就说，因为要写出一个东西，要帮我们产业多修饰一点的，因为产业毕竟农民要怎样去升级，我们一定会。很讲究升级，管理也很讲究，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产生，因为要跟着时代走，而、啊、我们已经着重在那里智慧型养殖。目前实际上走得很快，还是白肉鸡啊，蛋鸡这一块目前已经在蓬勃发展，啊，土鸡这一块还是我们王董事长推动的比较快，好、啊，推动比较快，因为养殖从刚养养的，包括未来只有当那里世界 AI。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再次感谢我们的理事长为我们带来这么棒的一个祝福跟勉励吼。好，那我想在我们今天记者会接近尾声的同时吼，因为我们理事长就是刚刚没有大合照到，我们是不是请理事长吼跟我们的苏副校长还有我们的董事长老师，我们最后拍一个合照，那待会我们就直接做我们的记者联访吼。来，请我们的理事长，还有我们的副校长，还有我们的立瑞，我们的董事长，还有我们的老师们，好，还有我们的秘书长，来，秘书长，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合照吼。那我们还有我们的科长，来，我们的那个鱼鳞县政府，我们的县科长，还有威廉，我们的威廉策略长，好，来，我们全部一起来，好，我们现场所有的贵宾全部一起来，那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产品，好，面对我们前方的摄影镜头，好，来，有请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不管是我们的校内老师，还有我们现场的贵宾，好，还有我们的厂商，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前方进行我们的大合照，那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立牌啊、奖杯啊，我们全部都可以拿出来，没有关系。来，我们那个卫生跟我们的总经理一起来，是。蔡小姐，好，来，帮我往后，来，我们各位现场贵宾往后两步，好，帮我往后两步，好，来，帮我靠拢一点点，好，帮我靠拢一点点，好，来。来，吴正老师，我们往这边走一点点，这边比较空，对，好，来，帮我再靠拢一点点，再帮我靠拢一点点，我们以苏副校长为中心点，好，来，帮我靠拢一点点，好，来，面对我们前方的镜头，那记得拍子产品不要挡到脸哦，好。好，来，我们的11斤便当赞不赞？赞。立瑞赞不赞？赞！云科大赞不赞？赞！理事长赞不赞？赞！我们理事长今天专程来支持我们，所以超级赞的哈！好，再次感谢各位，谢谢。那现在是我们记者联访的时间。
我想我们这个以及溯源的那个供应链的计划，就刚才也报告，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整合两边上下游的厂商，在一个非常数位化的一个平台上面去做一个有效的管理。但重要的是，我们也兼顾到食安啊，比如说让我们所有的，不管从我们源头的这个机制到这些原料，到我们最终的产品，都能够做有效的这些食安管理。那另外，我们可以把整个供应链这些厂商能够做一些联盟，能够加持，甚至协助他们做一些推广，啊，也希望能够做机子业能够做一些生产，再做一些计划。这个这套系统在个企业上面有什么样的帮助？接着发布或者说在管理上面，如果以这一套系统来，如果以这一套系统来讲，我觉得实际上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做成管理的部分，然后在我们的产品里面，哪一只鸡进到了我们的屠宰场系统里面，当我们检验方式以后，我们怎么让消费者知道我们的鸡已经经过这些东西，然后才可以知道我们消费者的。那中间这个串联，这个数据串，数据的串联。要让消费者知道这个数据就是一丝大的大的，其实我们去做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事情。那你透过这个让消费者更清晰的知道，那知道的不放弃就是让我们出来的时候可以直接让我们透过点击来的，然后就知道它来自于哪里，真的之后它放到哪里，做了什么样的料，然后呢，你先知道这些，让我们知道，你觉得这一些呢，帮助我们最好的是如何去吃的这样，用这些方式来取得他们对我们肌肉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谢谢。因为实际上这一套跟溯源这一套还要跟整个全部的话，就是说，第一个阶段就是生产端这边要做到生产，以生产能力都达到一个生产标准，包括它一网打针。啊，一网打针干跟药品的使用，多要一个比例要管制出来。生产能力导出管制出来，就来在推广端，推广端配合云端这一块的整个，那所有它的前端就是标准，它才一直到消费者，它整个它都可以制作到它的产品。这样的结果，越变越结果。就这样子啊，在这个产业链比较生产起来比较就能够生产。因为从产端到消费，整个产业链这样子才能消费者比较安心，因为那你我们的肉品就比较那个生产端比较高，要怎么安全端在便当这一块，便当这一块他知道这个肉好，只要它好，外的东西你就会去。因为这个是。
我们换到就是品质上相对的上升，一定会提升、一定有大家有在监督嘛，有在监督，因为生产比例你绝对跑不掉，你都要做，就是整个你生产过程要清楚，才要出去都是要做检验，检验才可以做屠宰，屠宰之后才有办法做分切，分切之后才做加工，这个一系列都一个一套东西。差不多在15多目前的，但是到今年这两个要看多少，所以今年它进口也比较少，但是国产的提升还是今年那些消费掉，但是土地这一块今年也有提升，因为有疫情，大家比较有在家有机会，所以你消费有提升，但是目前这一段已经疫情已经开放了，开放的按年是按年是提升，目前消费量一天12万2000，又在涨价，这个代表消费很旺盛，消费很旺盛。好，谢谢。让很多的消费者进到肌肉变大，它的。